郑中基出席腕表发布会，介绍由佢设计嘅陀飞轮手表，用佢嘅经典歌曲《时间、人物、地点》做设计。佢仲搞笑咁话，原本想设计只暴龙表添。提到最近珍榜操机，汪卢话都唔轻松噶。之前其实系因为对我嚟讲系辛苦啲，因为我好瘦啊，唔系食得好多嘢嘅，咁我要食好多嘢，先至可以去增磅，咁先至可以去 build up 啲肌肉，咁所以嗰段时间系好辛苦咯。咁最辛苦其实就系上紧磅去做演唱会，就系嗰次台湾演唱会就系啦，肥到猪油沥咁样去唱咧。就是啱啱上榜嗰段時間嚟嘅。小朋友見到爸爸咁大隻，有冇唔慣啊？佢冇喎，佢不過可能佢日日見住我，佢又唔係好覺啲小朋友。太太咧，太太中唔中意你咁大隻啊？佢就唔中意。唔中意啊？係啊，佢就想我唔好咁，係啦，佢瘦翻啲好。即係佢增磅嗰陣時咧，食到好肥啊，夜晚鼻鼾好大啊，咁樣。都話嘈到要去小朋友房瞓啊，咁所以我係咯，佢話你瘦翻啲啦。提到前妻蔡卓妍有傳下年結婚 ，Ronald 又有冇收到消息呢？冇啊，沒有，冇啊，唔講啦呢個。